哇，这什么汤？好像我怎么没见过。肉骨茶，新加坡菜，尝尝。哦，肉骨茶，哇，好吃吗？这我是不是胡椒放多了？我再……不是，这也太香了吧！ 我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发传单吗？嗯，我是吸引了一波客流，但是我发现留不住他们。我仔细想了一想啊，我觉得得改变火锅店的菜品，没新鲜感，又吸引不了年轻人。虽然呢，我们火锅店的口味是不错，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。哼，我觉得这个新加坡菜就不错。 这个戴老师手艺这么好，要不要教教我呀？我没听错吧？嗯，师傅居然这么谦虚呀！我，那我考虑一下吧。哎，我先去个洗手间。 你是不是没煮饭呀？要不我点……嗯，行。 不然呢？不是，我只是好奇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房间里？这不是刚才去洗手吗？然后路过嘉恒的房间，我就……这不是，这就是嘉恒的房间啊！这很多东西都是嘉恒的呀。 那属于谁啊？这是一直住在你心里的那个女孩住过的吧？ 你愿意和我说说吗？我不想说，你别问。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，不面对它，永远都过不去。我是想帮你。我不需要帮。我需要。这跟你无关。 我说这跟你无关，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你在干什么？
令夕。风鸣。他们怎么了？